4月30号，有媒体爆出吴奇隆和刘诗诗的宝宝是4月27号出生的，谐音是诗爱奇，而吴奇隆和刘诗诗的名字谐音分别是576和644，两者相加便是1220，也是两人宣布怀孕的日期12月20号。而奇隆76和爱诗诗244相加则是320，是他们结婚的日期3月20号。奇隆76乘以诗诗44便是3344，是生生世世的谐音，再加上宝宝的出生日期，这家人的数字密码太有爱啦。网友们纷纷吐槽说媒体的脑洞有点大，不过也举出了更多的数字密码。不管怎么说，龙诗夫妇是真的收到了大家好多祝福呢。芒果捞新闻，羡慕这幸福的一家人啦。报道。